做厨房台面的材料，除了耐磨、耐刮、耐高温之外，也容易打理，那也是用于呢餐桌和书桌。来，我带你去看。好。医生，好像石英石，它除了花色多，价格实惠，我很多组都喜欢。啊，我亲戚家的台面呢，也是用石英石的。再来呀，就是花岗岩，还有大理石，所以它们都是属于天然的石材。你会看到它们每一片的那个纹路呢，都不太一样，都很独一无二。是。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呢，就是它们表面上啊，有很多自然形成的小孔，所以容易藏污垢。这样子的话，那些油烟比较多的厨房就要经常清理它们。是的。哦。这里所看到的，它都是大理石。目前啊，最夯的人造石材其实是岩板。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呢，都是岩板。岩板我知道，它是天然原料经过高压高温而生产的材料，它耐磨、耐刮、耐高温，而且防水性强，污渍呢就无法渗透，细菌也就没有滋生的空间。我说的对吗？完全正确，你知道的还真不少。除此之外呢，岩板其实还有抗紫外线的功能，还有它有仿石纹、仿木纹，还有工艺风的设计。那表面处理方面呢，有蛮多选项的。你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学习选看更多加减乘除的视频。